真正行，真正来，来，来，杨老师，这个没带，来来来来来，那个好。那本案呢，持刀涉嫌人，这驾驶车辆的正姓男子呢，与被害人双方是各驾驶一部自小客车。现在我们辖区的正义北路，还有长寿西街发生行车纠纷，然后呢，在正义北路六张街口呢下车，与被害人理论，那涉嫌人就持刀攻击，左手手腕内侧呢有划伤后。那涉嫌人就逃逸，被害人呢又在正义北路还有龙门街口又以其他的车辆诚信的驾驶人来擦撞，正姓男子呢犯案后就逃逸，我们专案小组呢有通知未到，我们就向新北地检来申请机票，那持机票呢在刚刚15时的时候在五股已经把它查缉到案。